鸡板粉有没有？没有。一天炒几百份啊？这是一家人啊，这是母亲上菜，这是老板炒菜，这是我妹妹，那是你妹妹是吧？这是老板娘点菜上菜。这就是一家人。重庆大佛寺长江大桥下，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骨灰级的苍蝇馆。什么样的苍蝇馆叫骨灰级的苍蝇馆？带你们看一下。看，就在这样的地方啊，再看一看里面的环境。所谓的骨灰级啊，绝对是称得上的。看一看，看一看这样的房子，看这样的房子。再看一下他们的，他们的这个炒菜的这个环境，看70多岁的老婆婆跑着上菜，这是一个简陋的棚子搭了，门口就是餐位。这才是重庆正儿八经的苍蝇馆呢，你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这个房子太简陋了。这个苍蝇馆就位于大佛寺长江大桥的底下，还不到饭点儿啊，来吃饭的人都排起队来了，都在等着菜啊。今天整失误了，他们整失误了是吧？你以前点过这个菜没有？第一次来，你们第一次来。花生米上的倒是挺快。这是正儿八经的苍蝇馆呢。对，味道好，环境简陋。看这里面都吃的差不多了，看这个环境呢、相当的简陋啊，很多在附近务工的人过来这里进餐呢。看一看帅哥，这里饭菜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，经常来吃吗？整一个菜，喝一瓶啤酒，吃点饭，太舒服了。看一看啊，这个房子啊，太古老，太古老啊！好了，大哥，下一菜，带着礼貌。哇！我报大佛寺的啊，著名。哇，这个酸辣包菜。刘兆莲呗。那一点白菜。叫什么菜？刘兆莲呗。刘兆莲呗。啊。这包吧，这速度太快了，这是江湖菜的感觉。江湖菜，这里还养了一只大狗，我的天哪！苍蝇馆呐，苍蝇馆呐，我们点菜了，估计有不少苍蝇。点了几个？房子都是用的这种简易的瓦搭起来的。生意是非常的好啊，75，76，哦，你76还跑得这么快，你这身体也太好了吧？都在这里吃，都在这里吃是吧？哦，中午没有时间吧？中午没有时间，哦，就把饭菜打回去吃。番茄蛋汤，
这是炒蚂蚁上树是吧？嗯，对。养了三个小孩，他们要上大学。养了三个小孩上大学。两个研究生，一个大学生。哎呀，哇，厉害呀！两个研究生，一个大学生。哎，你这是怎么培养的？这么优秀呢？全国一个工作。不是。因为你会炒菜。厉害吗？他们看见我们这么辛苦，他们没有理由不努力读书。啊，看你们这么辛苦是吧？对。你们是一家人是吧？对。哪个是你老婆啊？这个。啊，这是老婆。啊，这是你老婆。这婆婆呢？这婆婆是你是我母亲。哦，是你妈妈。哦。一家人。一家人。不容易啊，一家人。为这勤劳奋进的一家人点赞呢。蒜泥白肉是吧？油汤。哪个店呢？这是汤，这是什么汤啊？酸菜粉丝汤。哦，酸菜粉丝汤。哪个的哈？不是你刚刚做那个十七号那个碗呢？重庆的苍蝇馆，看连美食大 V 都来吃了，很多人还来打包啊，美女打包走了，啊，恋恋不舍这样的味道啊，这是一个没有招牌啊，76岁的婆婆上菜。来，婆婆给我们上菜，我们都跟不上她的步伐，这是76岁的婆婆啊。健步如飞啊，身体素质杠杠的。上菜，水煮肉片。水煮一片20。哦。猪肝16，粉丝汤8块。红米青椒10块，麻婆豆腐8块。哦，好，一起多少钱？看一下，4菜1汤，这是25。5菜，4菜1汤。4菜1汤，中央接待标准。还有一瓶啤酒，再来一瓶啤酒。啤酒多少钱？76块，76块钱，76块钱，4菜1汤，加啤酒，吃肉喝酒，76块钱，我天，你们经常来这里吃吗？味道怎么样？感觉？来带大家看一看重庆的小苍蝇馆的进餐标准啊，这是76块钱4菜1汤，这是虎皮青椒、酸菜粉丝汤、麻婆豆腐、水煮肉片，这是爆竹干，再加2瓶啤酒。这菜怎么样？好，真的 OK， 又便宜又实惠。来，今天晚上不走了，住的。就在这里啊，环境这么好。好，好。嗯，太凉了。今天啊，在这个重庆这边，我们找到了一家苍蝇馆，这绝对是一个骨灰级的苍蝇馆。看这个环境啊，这个环境就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找到的。然后这后面的环境呢，后面就是背靠的就是长江，这后面是大佛寺，大佛寺长江大桥。这边呢就是很宽的马路，我估计就到这几年这里都会拆迁掉，所以我们成为这一段这个历史影像的一个记录者啊。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菜啊，菜相当的实惠啊，这边主要是以这种川菜为主啊，这是水煮肉片。肉片滑嫩啊，麻辣鲜香。这是麻婆豆腐啊，川菜的杰出代表啊。
传统菜。够吗？够了。爆竹干。嗯，还算比较滑嫩。虎皮青椒啊，这个虎皮青椒也虎的有点厉害啊，这估计是大老虎。嗯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四菜一汤啊，然后加两瓶啤酒，76块钱。大家觉得这个消费怎么样？哎，婆婆上菜。76岁的婆婆啊，上菜上饭。婆婆不容易啊，吃完饭啊，已经是2点钟了，这里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啊，这苍蝇馆也太火了。